肿瘤的三大主要治疗手段包括手术、放疗和化疗。大约45%的肿瘤可以治愈，其中手术治愈约22%，放射治疗治愈约18%，化疗治愈约5%。在美国，每年大约有60%的癌症患者接受过放疗，而在中国，大约是57%到70%的患者在病程中需要接受不同程度的放射治疗。放射治疗包括根治性放疗、辅助放疗和姑息性放疗。根治性放疗是指在足够剂量的放射治疗后，肿瘤可以治愈，患者可获得长期的生存。根治性放疗的适应症包括鼻咽癌、头颈部肿瘤、前列腺癌、恶性淋巴瘤、宫颈癌、皮肤鳞癌、肺癌和食管癌等等。有一部分良性和低度恶性的肿瘤也可以通过放射治疗达到根治的目的，比如骨巨细胞瘤、侵袭性纤维瘤病，还有疤痕等等。